Put on your big boy pants and face reality. No one is mistreating you here. We were trying to meet you halfway. Well, that's over. The $18,000, guess what? It's off the table. Tomorrow,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ll get 10. And you know what happens after that? The sheriff comes out and kicks you out of here, and you get nothing. Why should you get to drag this out for 7 months while all of your neighbors,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played by the rules? Do you think you're special? A contract means something. It's the law, and it's enforceable. Deal with it. We're never gonna get it. They dangle these things in front of you. They tell you you got a chance, but I'm sorry, it's a lie. Because they had already made up their mind and they knew what they were going to do before you walked in the door. You made a mistake and they are never forgetting it. As far as they're concerned, your mistake is just, it's who you are. And it's all you are. And I'm not just talking about the scholarship here. I'm talking about everything. I mean, they'll smile at you, they'll pat you on the head, but they are never, ever letting you in. But listen, listen.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because you don't need them. I mean, they're not going to give it to you. So what? You're going to take it. You're going to do whatever it takes. Do you hear me? You are not going to play by the rules. You're going to go your own way. You're going to do what they won't do. You're going to be smart. You are going to cut corners, and you are going to win. They're on the 35th floor.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50th floor. You're going to be looking down on them. And the higher you rise, the more they're going to hate you. Good, good. You rub their noses in it. You make them suffer. You don't matter all that much to them. So what? So what? Screw them. Remember,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我今天考古前面的剧情有新发现，我觉得 Kim 的结局可能可以从他和钉子户老头的这个对话里面来推断，因为，我们知道 Jimmy 他前面对一个因为以前偷过东西的有黑历史的女孩，就说他跟那个女孩对话，那些话明显就是在说他自己嘛，说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说，因为你有一些黑历史，所以说别人永远会笑脸相迎，但是他们永远不会给你奖项，他们会对你持续的偏见，所以你一定要做得比他们更好，你要去钻规则的空子，你要赢，他那些话说的就是在描述他自己的未来的一种选择的一个方向，他根本就不认可，他看透了这些虚伪，并且他也放弃了被别人认可，就这一切都随着他哥哥的死亡，随着他这一切烟消云散吧。就是经历的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我发现的是 Kim 在对那个钉子户老头说话的那里，其实他是没有必要说那番话的。我认为他实际上是被钉子户老头说的那些话给破防了，因为 Kim 他本身出身不好，所以但是他一直都非常配合和认可，法律规则，他想走正规途径。他上的学校新墨西哥州大学也是个不错的学校，虽然不是查克那种宾大那种顶级的超牛的那种，但是他也算是做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但是当他作为一种精英女律师的时候，被这个钉子户红脖子老头用那种仇富的话去冷嘲热讽的时候，他还是受不了。那一般的真正的精英，如果是 Howard 的或者是 Kevin 那种人，他真的是个精英，并且他也认同他这套东西的时候，这套价值观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这老头素质太低，就不搭理就完事儿了呗。你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手段，反正这个老头也是无能狂怒而已，就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但是 Kim 却不，他非要跑回来，就是他其实对那老头骂得越狠，就越说明他也是在说他自己。他说为什么所有人都遵守规则，只有你这个老头你就不能接受呢？就是你为什么就，他其实越骂这老头代表他越带入这个老头。也许我觉得也许这个老头他让 Kim 会想起他母亲，或者想起他自己过去的一些事情，就是说Kim 是有温度的一个人，他道德上现在看来是有瑕疵的，但是他始终对底层的这些人，对这些不了解规则，并且可能是像这个老头一样吧，他总是抒发那种仇富的情绪，其实他对这些人不但非常宽容，而且是替他们着急，就说你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
你得到的东西会更少，或者说你越要跟这个规则反着来，那你就越会受到惩罚。他说的台词就是，这是规则，它是有用的，不是说你在这里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在这里拖着你想走什么小聪明就可以的。他那一刻非常的热血澎湃，就几乎化身为一种法律正义的这种规则的一个非常强势，甚至那个表情都带点狰狞，就是那个时候他好像化身一把利剑要去正义处决这个这类老头的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剧情，他恰恰就是在这个案子上他联合吉米搞了很多事情，最后其实那个老头没有给他任何好处，甚至还骂他阴阳怪气，但是他最后还是相当于帮了这个老头。也就是说其实他是不但被破防，而且他，我一直觉得自从在 Kevin 的这个案子上他通过耍一些小手段然后规避了一些后果，并且最后当 Kevin 批评他的时候他还怼回去，就是从这一个事情开始我认为他有了一些质的改变，就是他开始尝试着去挑战这些他原来认为的那种坚不可破的作为信仰一样的规则。所以我认为 Chuck 的离去不光是对吉米来说他坚定了自己就是从此放弃被认可的这么一个想法，对 Kim 来说也动摇了。他一个是 Chuck 的离开，另一个是 Kevin 的这个案子吧，让他觉得就是比如说 Kim 他当时如此的激动的在喷这个老头，但是后来他还是被这个老头给说服了，或者他还是站在这个老头这一边，还是在倾向于帮这个老头去达到一些他本来不应该拥有的利益，仅此而已。其实他做的事情恰恰是他想要插一脚去干扰这个规则，因为这个规则本身是倾向于银行家的，但是他却非要从天而降插一脚，好像他要做一个救世主，或者是他要强势的干预这一切来取乐。所以这正是他骂那个老头的内容，他说你以为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制定规则吗？凭什么别人都遵守你不遵守？其实他最后干的事情就是莫名其妙甚至不出于任何好处的，如果是行贿或者为了什么目的还行，但是他的行为确实不可理喻，就是他就是在随心所欲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喜好去改变制定规则。所以他最后骂那老头说规则是有用的，是起作用的，那你就会受着。所以我在猜测他的结局，如果是按照这两个编剧的那种严谨的写法，吉米的结局很显然就是在他鼓励那个女孩的话语里说，你将来他们上25楼你就得上50楼，你比他们玩得更大，你的图景会更开，你的你可能钱也会更多，然后你打交道的那个圈子也会能量也会特别大。这其实恰恰是就是他以后的写照啊。那金的话他骂这个老头其实也是他最后也预示了，我想可能他会为他自己随意扰乱规则的一些做法承担代价，就是我考古的一个发现。因为这两段戏刚好是他们两个在对一个两旁外人激情输出，并且其实他说的是他自己，就这两个是对应对称的一种感觉，一个是跟老头说，一个是跟少女说，其实对方都没有太听得进去，他们说的完全是他们自己。当他们把这个说出来以后也就释然了，吉米是说的东西完全是他自己后来践行的，而 Kim 呢是表面上看是在训斥对方，实际上他自己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他反而是逆着这些话走向了这个方向。那就是说其实他和那老头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行为，只不过那老头没有文化嘛，而他是一个有文化的红脖子，他知道该怎么正确的钻空子，怎么捉弄别人。比如他们在捉弄 Howard 的时候，知道一些具体的情报细节，甚至包括对 Howard 的个性的了解等等吧。他们只不过是更有准备更有文化的在这个规则之内也混过，也知道这里面一些细节弯弯绕的，只不过就是这样。就像 Chuck 讽刺 Jimmy 的时候说，他如果学了法律就是大猩猩端着机关枪，那我觉得 Kim 也是啊，他那种内心的任意妄为想要随意制定规则的这种冲动，他就是一直在压抑这个东西。当他骂这老头的时候他就是在压抑他自己，只不过他骂完了宣泄了，他最后又找了一堆理由说什么他的理想不能就意思是不能帮这资本家还是怎么样，其实根本不是啊，他这么做捞不到任何好处的。所以最后我想他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最后他的结局就是会为这个东西付出代价的，所以他的结局肯定不会好，
但是应该也不至于说去世吧，我觉得可能会坐很多年的牢吧，或者是什么被取消资格，取消职业资格等等。但是无论他有什么样的结局，都不会阻止吉米在变成灰色地带的律师的这个路上一去不返，因为吉米是正向的强化，他说的话就是他内心所想，并且他一次次的重申他自己不愿意接受这套规则的那种愿望。然后 Kim 呢，是一方面观察着吉米这种改变，一方面由于爱情或者由于一些跃跃欲试的渴望，然后他也其实是半推半就进入了这么一个局以后，他会用很多自欺欺人的理由来欺骗自己啊，但其实他自己陷的是最深的。